这是两个圆形世界之间的故事。四年一度的交汇，编织出另一个维度的历史。四年是一个足以发生巨变的长度。四年可以让世界从黑白变得色彩斑斓。四年可以让一个国家绽放梦想。在您的脑海中是否还保留着这些画面？而那时的您是怎样的一个少年？如果用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来刻度岁月的流逝，我们将画出怎样的轨迹？2014又一个四年之约。